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啊！这个没有皈依、想皈依的，跟我一起念的，也就是等于皈依了。好，誓词我们念三遍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三皈是学佛第一堂课啊，入佛门皈依三宝，以三宝为师啊，自称为三宝弟子。所以三宝的意思一定要懂啊，三宝里面最重要的意思是自信三宝啊，这才是真正皈依处啊。佛法重视向自信当中去求啊，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皈依的是一自信。佛是觉悟的意思，佛陀就是自信觉，自信本来是觉的。啊，为什么会迷了呢？这一念不觉就迷了。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呢回归自信，把自信觉找回来，这就成佛了。啊，学佛的功德了就圆满了。啊，自信觉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心得。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回归到自信觉的啊，自信是什么样子？他给我们描绘的第一个，本自清净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妄心不是佛，真心是佛。如果用佛跟魔这两个字来对比，真心是佛了，妄心是魔，
魔是折磨，啊，真心得大自在，得大喜乐，跟魔恰恰相反，啊，魔是迷，佛是觉。啊，归佛两足中尊，这个两，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德，这两种，这两种是所有一切众生所需求的。啊，在福慧这两量当中啊，佛是达到究竟圆满。啊，足就是满足的意思，圆满了。啊，福慧当中，它是最尊贵的，啊，真正到圆满，啊，这是自性觉。啊，大魔是归于法，法是自性正，啊，正知正见，啊，称之为法，啊，法是利于众生。啊，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帮助我们成佛？那就是要法。啊，法是利于众尊。换一句话说，法是叫我们放下，放下了就真的了。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大乘经教里佛常说，放下执着，对事出世界一切法不执着了。为什么不执着？因为法是假的，不是真的，执着是错误的。啊，你可以受用它，你不能执着它，你不能占有它。啊，因为它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立于法里头，这是佛法是最尊贵的，啊，佛法把执着放下了，把分别放下了，把起心动念统统放下了，啊，放下起心动念就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这叫凡夫。啊，佛法修行没有别的，就是叫你放下。放下之后，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啊，这度众生啊，自己没放下，没法子度众生，众生不相信你。啊，佛是放得最干净、最彻底，啊，起心动念都没有了，眼看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耳听得清楚，也没有起心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这就叫佛法，这就叫自性觉。啊，自性正。啊，这正知正见。啊，身是团体，啊，所以众中尊，啊，众在佛法用现在话上就是团体，所有团体当中，身邪这个团体是最尊贵的，为什么？他修六合金，啊，
见火同解，戒火同修，身火同住，口火无增，意火同悦，力火同均。啊，所以这个团体是所有团体里面的榜样模范，啊，叫六合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值得人尊敬，啊，值得人学习。那么今天形式上的三宝，我们讲住持三宝，表法的都出了问题。啊，可是我们要皈依呢，我们皈依自性三宝。对于表法的三宝，不要问他做的对不对。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这就对了。我要像佛陀一样，觉而不迷。啊，看到书本，不一定是佛书。啊，只要看到书本，我就想到我要正知正见。这就是皈依法，啊，不能有邪知邪见，啊，看到出家人就想到，我们在团体生活，一家多好，这家和万事兴呐，家也是个团体啊。佛家讲的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居住，在一起生活，就是一个僧团，啊，它是四个人。啊，那如果有个家庭里头，夫妻两个，有两个小孩，就四个人，那就是一个僧团。啊，这个僧团要修六合敬呢，那就是佛教的僧团。啊，佛教僧团呢是和睦的僧团。啊，睦有亲爱的意思，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个团体多好啊，多么幸福，多么美满，他取这个意思啊。所以一看到出家人就提醒我们，我们的团体要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啊。啊，在家庭这是小团体啊，在公司行号这是大团体啊，在国家是更大的团体啊，通通要和睦啊。那么这是三皈依的本意啊，一定要了解，一定要落实啊。别人跟我不和，我要跟他和啊，一定要感化他啊，所以一切呢都从自己做起啊，这个就是佛的弟子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现在看经文616页啊，括住616页第一行啊，唯以自然切薄，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这一节经文是真说啊，给我们说宽正自然。这讲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唯以自然切薄，黄金为地。自然切薄者，会所说，娑婆会果，杂业所感，故以泥土瓦砾为
地体，啊，这个大地，大地的本体是什么？那我们居住这个大地是泥土，啊，瓦砾就是碎石子，啊，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呢？我们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啊，这些人造的业，善跟不善混杂在一起，啊，现在的状况是善少恶多。啊，在过去，有圣贤常住在世间，教化众生。啊，人多半都觉悟了，不迷惑了。啊，他造的业，善多恶少。啊，所以历史上记载着，确实出现过陈平盛世。啊，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幸福美满。那么，这就是跟《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了，从心想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纯善。无啊，造作恶业的人不能往生，去不了。啊，造作恶业、忏除业障能往生。啊，着重在忏悔，忏悔里头最重要的是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啊，如果忏悔之后还造，这个忏悔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早年我跟张家大师，大师就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上的忏悔不重要。啊，重要是什么呢？自己真正觉悟错了，后不再造。是儒家所讲的不二过，啊，同样的过失，我只有一次，我没有第二次，这叫真忏悔。啊，那么现在忏悔有很多人误会，忏悔之后明天再造，造了之后再忏悔，啊，这是永远忏不尽。善恶有标准，佛法的标准就是实善，啊，不杀生。戒律里头讲得很微细，啊，不杀生包括绝不能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啊，因我而不快乐，这都包括在这一条里头。啊，那怎么办呢？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个人讨厌你，你就避开远一点，让他生欢喜。啊，等他什么时候知道？啊，你不是坏人，你没有怨恨，啊，没有恶念，他会再找你，
啊，他找你，你就能够影响他，帮助他铲除业障，啊，帮助他了，好好的来修学。啊，所以教化众生呢，佛教导我们用四摄法。四摄法是佛门的公共关系法、交际法。啊，四条很管用。啊，第一条是布施，这个布施就是我们讲的送礼请客。但是大家都喜欢的，礼多人不怪呀、啊。啊，建立感情。啊，先用这个方法。啊，要常常送礼，常常照顾。我们过去98年，我住在新加坡。我们用这个方法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做得很成功。啊，第二个呢，爱语。这个爱语是关心他们的话。啊，照顾他们的话，这个他会感动。第三个是利心，啊，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有利益，没有伤害。啊，第四个是同事，同事是非常非常难，那真正要有定功，要有智慧。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学这个同事啊，我们要量力而为，在自己啊功夫跟能力之内的可以，超越了这就不行啊，超越我们修行会受到障碍啊。你比如遇到喜欢赌博的，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跟他同事？我们没有这个本事，菩萨有，菩萨可以跟他一同去赌博，啊，菩萨赌博一定是每一场都赢钱，啊，他就会问你用什么方法，啊，怎么每一场赢钱？他说我用佛法，用佛法可以赢钱的，那是用这个方法来引导他。啊，菩萨有神通啊，菩萨有智慧也行啊。啊，能给一切众生同时。啊，像我们看《华严经》，《华严经》末后53禅，啊，善财童子53禅，53禅要跟53位善知识要同时啊。那、啊、他才欢喜你啊！啊，善财真有本事。啊，受不受的影响？不受。啊，跟他在一起，不受他负面的影响。啊，负面的你影响他，正面的跟他学习。啊，这才圆满自己的智慧呀，圆满自己的功德。啊，善人恶人都是朋友。啊，心里面没有分别，平等对待。啊，和睦相处。啊，首先满足他的欲望，然后再教他，帮助他看破。他自然就放下了。啊，菩萨教化众生，他有耐心呐、啊。
啊，这一世不行，来世再来啊，生生世世，所以不舍一人。啊，为了度一个众生，生生世世追着他，在帮助他。啊，一直帮助他到回头。啊，那么叫业感。啊，极乐世界的人是阿弥陀佛挑选的，啊，不是真正善行善行，他去不了。啊，所以彼土专一无漏净心所现，这个无漏就是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无漏。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种三大类的烦恼统统放下了，叫无漏。啊，真心现前呢？啊，真心清净心所现，啊，真心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这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平等觉心所现的，故以七宝为其体。这个七宝是自然的，啊，其不是数目字，啊，它是表法的，代表圆满。啊，净宗多半用其代表圆满。啊，其是什么意思呢？四方、上下、当中，这七个，所以这多圆满的，啊，没有一个漏掉的，啊，它代表圆满的意思，啊，那么七宝就是什么样的珍宝都有，一样都不缺，啊，华严用十代表圆满，它是用数字一到十。这个圆满数字，啊，是不施持戒所摄取也，啊，心不造作，故云自然，啊，那么极乐世界大地。题是什么？题是七宝，无量珍宝。啊，喜欢珍宝的人，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他太多了。啊，到处都是，随手拈来。啊，信。心是真心，真心它不起心不动念，所以它没有造作。啊，妄心有起心动念，真心没有，啊，所以它是自然的。啊，极乐世界是自然成就的。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在那里施工，啊，在那里建造，没有自然成就的。啊，他完全是真心的，不是妄心。于论著，啊，往生论的注解，谭鸾法师的作品。里面解给我们讲解信功德成就，啊，这个信就是真心，
用真心功德的成就。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修到明心见性，全是阿赖耶识为体。所以现的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心是阿赖耶的见分。它不是自然的，它是造作的。妄心有造作。所造作的就是有生灭。是染污的，不是清净的。所以佛说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居住的地方，无论是身，身是染污的，不干净。居住的环境也是染污的。我们这个桌子一天不抹，它上就有灰尘。你得天天去清洁它。极乐世界不要，没有染污，永远用不着清洁，穿的衣服一尘不染，身体也是清净，没有染污，它不需要饮食，法性身。是真身，心是真心，真心现的真身，真心现的净土，所以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没有一样不是清净，身体无量寿，没有。生灭的现象，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我们的心，都是刹那生灭，所以它是假的，不是真的。极乐世界样样是真的。在极乐世界往生，莲花一开。身就现出来了，这个身现的跟释迦牟尼佛的身一样大，不是像我们这里从小孩慢慢长大，他没有这个现象，他是化身，所以花一开，这个身体就是跟佛身一样，具足不是32相80种好。32相80种好是古印度的习俗。佛出现在印度，印度人说哪些相好，佛的相统统具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讲经教学，看到教学为先，看到教学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不用别的方法，就这么一个很单纯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表演了。没想到我们今天居然在斯里兰卡见到了。
斯里兰卡社会为什么那么好？没有别的，人是教得好的，谁教？出家人教。啊，斯里兰卡不大，大概只有中国福建省那么大，比浙江省大一点。啊，人口只有2000万，寺庙有1万多。啊，每一个寺庙我给他估计6、7个出家人，那么他们国家出家人大概有7、8万人。每一个出家人都是老师，个个都能够讲经教学，把人民全教好了。啊，这么多老师，你看看，身心言教，啊，他教的东西教的三规五戒十善，啊，八关斋戒。啊，教他们呢阿含经论，啊，是佛教的小学，啊，全国人民个个都学，啊，都把佛的教学的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要看佛教，要到这儿看。那么斯里兰卡那种也社会的情形，跟我们中国100年前差不多。啊，100年前中国社会是儒释道的社会，啊，教的人多。啊，古代读书人。啊，教育是自己家里办的，不是政府办的。啊，叫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那么中国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啊，一个家，一般来说呢，人口大概是300多人的样子，300左右，是大家庭。啊，人丁兴旺的有700、800人，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啊，所以这小孩多啊，他要办学啊。啊，读书人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做官，参加国家的考试。啊，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中央政府考试，皇帝主持的，进士，啊，考取功名，这可以做官了。那读书人呢，就想求这个职业。啊，谚语有所谓呀，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啊，那么考不取的人很多啊，这考不取的这些人，读书人呢？都到私塾去教学去了，啊，这三家村的秀才，啊，他们都负责教学，啊，所教的儒释道啊，偏重在儒，啊，佛跟道的分量比较少。佛道，这都是中国宗教啊！宗教谁抓呢？宗教皇上自己抓啊！儒家的教育交给宰相啊，他底下专门有个部，礼部
就是今天讲的教育部啊，这是推动儒家教育、佛教育、道教育，皇上自己创啊！啊，所以因为皇上自己抓，所以效果就非常大。那就敬皇上嘛，啊，元明清三代非常明显。啊，《蒙古大藏经》里面就有记载。啊，这三朝的帝王以儒治国，以佛教民。啊，教人民呢是用佛，用道祭祀祖先，祭祀天地神明。三教都派上用场了，啊，所以清的盛世，太平盛世，啊，康熙、雍正、乾隆，差不多150年了，啊，在中国历史上，啊，盛世维持到150年的。不多啊，大概100多年的样子啊，清的成就不可思议啊，主要就是那一些帝王啊，都以儒释道的高人为老师啊，认真向他们学习，他们很虚心的，因为是少数民族，满清入关少数统治这么大的国家，靠什么？全靠传统文化。啊，清朝皇室的王子们，没有一个不认真学习的。啊，学习成绩最卓著的是雍正。啊，雍正在没有做皇帝之前非常用功啊，不但是表面学，他真干了，真修啊。所以佛门这些高僧大德不敢轻视他。那你懂得，他也懂，你所修的境界他达到啊，真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才能做得那么好啊。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陷于动乱啊，解放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统一了，安定了啊，可是传统的这个教学疏忽了啊！到现在，中国人对儒释道还没有外国人了解的多啊！复兴有一定的困难啊！今天复，因为大家这么多年来不谈了，生疏了。今天提起了陌生，对他们有信心。啊，建立信心，那就是要拿证据来。啊，中国所说要做出样板，要让人家看到。啊，看到他就相信。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做了一个短时期，做出来了，啊，证明老祖宗东西真管用。啊，现在国内慢慢的知道的人多了，啊，国外也受了影响。
我们这一次参加巴黎这个活动，这是斯里兰卡总统邀请的。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这一次访问了法兰西的汉学院，我们以前不知道。以前因为汉学在伦敦，现在才知道汉学在巴黎。他们的汉学院，满清时代建立的，比伦敦早40年。我跟他们的教授做了交流。我们这次访问，彼此双方都有回应。他们的研究是朝学术方向，没有落实在生活。我们告诉他，这个东西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可以用在家庭，用在事业，用在企业，他感到很惊讶。那这就非常有价值了。不仅仅是学术管用可以能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可以将这个社会带到永续的和平。有这个办法，这他们没想到。他要跟我们合作。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汉学院，这次正好蔡老师也参加这次访问，跟他们谈了很久，我们要把它真正活学活用，得到真实利益，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真正透彻明了的真谛，就是唐人币。这个人一生研究世界的文化史，他是历史哲学家，他不是一般通史，也不是中国讲的断代史，他是文化史，专门研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认为中国文化能救世界。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学以致用，佛经管不管用？管用。我们学了，把它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用它来团结宗教，团结族群。这些智慧、理念、方法都从经典上学来的。我们能做出成绩，大家相信了。知道这是宝啊。在那边领导的教授是法国人，诺贝尔教授。他听到我们一些话，感到很兴奋。问我，马来西亚的汉学院，内容在哪一方面？我就告诉他，现在整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
去解决先前重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汉学院准备在第一个十年，偏重在群书治要，培养老师。啊，群书治要是从65种典籍里面汇集成功的。啊，那么这65种，我们先下手。啊，我们开头不能找僧，没有师资，我们找研究员。啊，研究员的条件是曾经教过书的。啊，有教师的这个学经历。啊，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我们的对象就是马来西亚华校。啊，马来西亚的华校，小学有1000多所。啊，中学有62所。我们希望这些老师退休下来，退休的年龄在50多岁。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啊，做我们汉学院的研究员，把全部的精神专攻一部。啊，学易经的专攻易经，学诗经的专攻诗经，专一部。啊，期限10年。啊，他们懂得读书的方法，懂得教学的方法。啊，这一部书我们相信3年之后他就能讲。啊，能讲的是一直在下功夫，10年。10年之后啊，我们就有65部书的真正汉学专家。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招生。啊，这些都是老师。啊，我们希望能培养100到200个老师。啊，都是用研究员的这个方式。啊，他们在四库全书里面选。啊，选出来专攻。我们过去在台湾看到一个例子，啊，方伦，啊，方好，啊，天主教的神父，这个人初中毕业，一生专学宋史。用了10年的功夫，啊，对宋朝典章文物啊，他是如数家珍。啊，学历初中毕业，那个时候政治大学，请他去做文学院院长。啊，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啊，没有博士学位，他就是一门。啊，这一门真的是专家，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所以希望一生呢专搞一部。啊，10年之后是世界第一流的专家。到那个时候，我希望马来西亚的教育部能够授予这一些研究员汉学博士学位。啊，他们在全世界大学里面就可以教汉学。
啊，罗贝亚教授听到我这个想法，他很赞成。啊，所以我说我们可以互补，我们可以合作。啊，道熟透了啊，就变成自然的了。它什么？它有悟处。啊，悟处就是性德起作用的。这个话古人说过了，我们后人接受了，也真干了，干出成绩的很多。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这一本书，用真诚心，用恭敬心，不要求解，一遍一遍的读。读上一千遍，开悟了。一千遍得定了，清净心就开悟啊！一听就明了啊，一看就明白，不需要人讲啊。啊，那是真实意义。啊，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向，我们走。佛法的戒定慧三学，啊，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是戒律。啊，守住这个规矩，心无二用。啊，3年之后，第一遍，你完全成功了。啊，3年之后，每一个星期讲2个小时。啊，这2个小时，你要写讲义，啊，就是要写书，这初稿，啊，每年去改，修改个10几遍，这就是精品。啊，那么你讲，我们把光碟留下来。这个讲义跟光碟送到马来西亚教育部去审查，啊，够不够博士的条件？够，你就授给我，授予我们汉学博士学位。啊，我跟首相谈着，首相同意。啊，有一个国家承认了。他在国际学校就可以任教书了。啊，到那个时候，身份地位都很恰当。你看，算他是55岁吧，啊，时年65岁，老教授，啊，汉学家，啊，我们然后才正式开班招生，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真干呐！啊，马来西亚用的语言3种，啊，有华语、中国语言、英语跟马来语，啊，3种语言。所以，性德是自然的，啊，读书能明心见性呐。佛教里方法如可以用啊，能做得到啊，啊，道也能做得到啊，那用这个方法都可以做到的啊，确保注意啊，即于经论呢稍有差异啊，有不同的说法。本经指经营琉璃水晶琥珀美玉玛瑙啊，这个七宝啊，美玉见唐仪啊，我们的无量寿经原译本有5种啊，唐仪的里头有美玉啊，水晶呢见汉仪无仪啊，
阿弥陀经也讲七宝，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啊，稍稍有点不同。大智度论里都有金、银、毗琉璃、玻璃、砗磲、玛瑙、赤珍珠。啊，这个卦符里讲，此珠极贵，不是善物。啊，叫赤珍珠。啊，般若经里面的七宝，包括有琥珀。啊，位移本里头也有琥珀。啊，总之极乐众宝，微妙其力，超远超世间，了解世宝之名，以作比况合。极乐世界珍宝，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所以说了人不同，你没见过啊，只用我们这个世界的珍宝啊来做一个比喻啊，实际上我们无法跟它相比啊，就算是金银都没办法相比。啊，为什么？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现象是阿赖耶变的。啊，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极乐世界是真心现的。啊，这个真跟妄差别就太大了。啊，从人的福报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啊，人有福的时候，这些珍宝啊都出现了啊，埋藏在地下了，等待人家开发了。人没有福报的时候，那个这些七宝就变成石头，变成泥沙啊，它变质了啊！怎么变的？是人念头把它变的。人都是善念，这些泥沙变成珍宝啊！所以说，境随心转，境是物质环境，随着念头在转变。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心纯净纯善，没有丝毫邪恶啊，他这个善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想象不出阿赖耶的范围，他们是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啊，转八识成四智，这个境界就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了啊，不但我们不能理解，声闻缘觉也不能理解，法身菩萨他们理解啊，六道十法界都达不到啊，只能做比况说啊，没有办法了，说清楚。黄经为地，见小本经文。啊，小本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说有说黄经为地。那么经曰：自然七宝黄经为地。黄经为地前面加了四个字，又自然七宝，乃表信德。自然之黄金等七宝，何成为地？啊，这跟小本弥陀经意思不一样。啊，小本弥陀经有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认为黄金铺地，那是什么呢？像马路一样，
我们今天马路上铺的是柏油，极乐世界路上铺的是黄金。啊，地是什么呢？地是宝玉，就是七宝，七宝里头可能分量最多的，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底。啊，琉璃世界，啊，黄金为地，这美不胜收啊。它自然性的，为康生开的本子，这是流通最广的，啊，为一本书，七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啊，这个经文里头讲得清楚。又观经曰：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丝建簇。啊，那么古人的注解也不是自己想象的，有经典做依据。琉璃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翡翠，啊，绿色的宝玉，啊，透明体。啊，琉璃地上啊，以黄金绳呢杂丝建簇啊，间隔成道路啊。啊，以七宝戒分期分明，啊，像我们现代的城市一样，啊，道路整齐。那么是便利于车辆，极乐世界没有车辆，他们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他们都有神足通。啊，念头想到哪里，身体就到了，不需要交通工具。啊，凡是使用交通工具的，人道。啊，天道都不需要了，啊，天人不需要交通工具，啊，鬼神也不需要交通工具，啊，所以有人问我，那个飞，常常看到飞碟，飞碟是真有，我见过，啊，那飞碟上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它是属于哪一道？人道，因为它需要交通工具，它没有交通工具，它就不能走行动了。啊，我在早年，啊，我好像是49年到台湾。到台湾大概是第二年，51年的，啊，台北的上空出现飞碟，啊，这个飞碟放绿色的光，停在空中，大概停了10几分钟，看到的人很多，那第二天报纸上发表，
登出来了，看到人很多。十几分钟之后，他开始移动。刚刚移动的时候速度很慢，大概这几秒钟的样子，加速度非常快就走了，刹那之间就不见了。所以这是个不明的飞行体，它可以停在空中，可以极大的速度运动。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喷射飞机。夜夜宝中有500色光，宝放光，人身体放光。刚才说过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正报人生放光，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它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夜晚。昼夜这个现象它没有，我们这里的光要靠太阳，面对太阳白天，背着太阳是夜晚。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现象，它是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放光，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通通是自性变现的，不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是不干净的，是有染污的，是有生灭的，极乐世界没有染污，没有生灭，所以我们常常讲最适合人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最理想的就是极乐世界。我们如果明白，应当向极乐世界学习。极乐世界何以成就？没有别的，教育成功。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太平盛世怎么出现的？教育办得好，把人都教好了，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古人读书，为什么？想将来能够从事最理想的职业。最理想的职业无过于做官，这是所谓360行的第一行，没有人不羡慕。为什么呢？做官地位很高，人民尊敬，待遇不错，养家糊口没问题。第三什么呢？轻松，没有事情做，没有案子办，人都是好人，事都是好事，一个月有3-5件案件的，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那你做官人平常没事游山玩水，他们常常到寺庙道观。书院去访问这些专家学者们，再就是著书立说，写文章写诗词，他就干这，他闲暇没事情干了。所以我们看四库全书，
几部里面一半以上都这些人作品，他有那么多时间去写书。哪像现在做官的，现在可这么忙，这么事情这么多。啊，读书人不想做官呐，太辛苦了。啊，现在哪个行业最快乐呢？要学释迦牟尼佛，这还是真快乐。啊，把名闻利养、七情五欲统统放下。啊，学佛，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哪里有缘到哪里去，居无定所，游化在人间。啊，这个生活很自在啊。身心都没有负担，啊，这就快乐了。这下面还有形容的，啊，有五百色光，其光如画，光美也，光里面很多颜色的，啊，又是心悦。啊，旋处虚空，这些光在空中可以停在那里，啊，也可以移动，变幻莫测。今极乐国，地无托时。他那个地方的大地体不是土石，唯是性德妙宝庄严，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啊，自性性德变现出来的珍宝，无比的庄严。啊，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所以说出名称，我们也无法体会。如《往生论》上说的，备住珍宝性，具足妙庄严。啊，这是天亲菩萨在《往生论》上啊形容极乐世界的大地珍宝性。是说自信当中的珍宝，啊，是真心自然流露出来的。啊，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宝珍宝，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就是物质现象，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啊，或者我们说阿赖耶的三分，啊，相分就是物质，见分就是意念念头，啊，自证分是他的本体，啊，他迷了，迷了自信，就叫做阿赖耶，啊，阿赖耶他能现
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它能现。它跟自信是一体，这是迷了。自信觉，它不觉。迷了就变成生灭法，那个迷念念相续，所以它变现的这些物质，所有物质都是生灭法。跟自信不一样，自信不生不灭，常住真心。那么这就是往生论上所说的庄严种种四功德成就。往生论上讲的29种庄严功德成就，我们在前面都学过。下面这一段说宽广平等，不可限期。极乐世界有多大？它是自性变的，自性没有大小。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到达哪里你就能看到了。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我们这里有时间有空间，时间空间也是假的。现在科学证明时间空间是假的，是我们错觉里头产生的现象。在佛法里面，时间空间叫不相应心法。佛法里头将宇宙之间一切法归纳为660法。这是瑜伽师地论上所说的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的作品天清菩萨认为660法对初学的人来说太多了他把660法再归纳成100法，便于教初学。这100法分五类。有为法里面，有心法，有心所法，有色法，有不相应心法。不相应性行法就是抽象概念，不是真的。时间空间都在不相应行法里头，不相应行法有24种，另外有6无为法，合起来，这是100法。心经土见，心平地平，心地平等，则大地平等。这是讲极乐世界大地平正，把这个理说出来了。极乐世界也是心性，不是识别，它没有识，它就是心性。真心，它没有妄心。
妄心虽然去往生的真心的受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诸佛如来特别赞叹的。啊，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没有，只有他有。啊，这个很特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只有这一门，净土法门，只有这一门特别。啊，跟其他法门真的不一样。啊。能遇到这一门是大福报啊，不是偶然的啊。过去无量劫中啊，跟这个法门结过缘，跟阿弥陀佛有缘，你才会碰上啊。如果没有缘碰上了，你也当面错过啊。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人很多，不相信啊，根本不碰啊，那经一遍不想看啊，叫他来听呢，一个小时都听不下去，那是没有缘呢 的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听到才生欢喜心啊，你才真正想发心呢，我也要发愿求生净土啊！那我们对于这些没有善根的人，要帮他种善根，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有了善根了。阿赖耶识里头种子种下去了，来生后世一定有一天，这个种子又遇到缘，它起作用的。啊，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应该努力去做。啊，要叫人知道有阿弥陀佛。这关系太大了啊！早年我在台湾，台湾大专学生学佛，有些同学是很认真学习，但是不愿意别人知道，那不好意思。因为人家说是迷信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好意思不敢说，你得不到大利益了。什么大利益？劝别人修复啊，有意无意要真干啊，手上常常拿一串念珠，你的同学一看在阿弥陀佛里看，哎，他不知不觉他就念了一口一声佛了。阿赖耶识落印象，你度了他了。啊，学校用的课本，常常写上自己名字。啊，自己名字上面写一个阿弥陀佛，你同学一看到阿弥陀佛，你看不知不觉不就多念一声吗？这是不费功夫的功德了，只要你会做啊。早年我到香港来，夏天看到香港人穿的衬衫啊，印上很多图案啊，都很难看啊，我这一想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印阿弥陀佛呢？
啊，穿到街上去走一遍，多少人种了善根？啊，以后我们就这样做法。啊，所以我们能想得到的，能做得到的，啊，这是替阿弥陀佛做宣传工作。啊，有很多企业家，啊，经商的，他们都做广告。啊，广告上为什么不写个南无阿弥陀佛呢？那不需要多加钱的，他广告上版面的，你这个版面上的时候，广告做上去，找空闲的地方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你看人家看广告，这几个字看到眼睛去了，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你度了他了。啊，做广告，广告也可以宣传佛法了，也可以帮助看的人种善根了。啊，所以这个语言太广泛了。啊，只要我们肯用心，啊，有意无意都能利益许许多多众生。跟大家结法缘，啊，所以极乐世界的大地平等，怎么成就的？清净心成就的。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都是清净平等觉，啊，只是清净平等觉的程度不一样，有差别。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地位不相同。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啊，正提升我们的品位，正高品位，那我们在先前这个地方。就得放下啊，万缘真能放得下，你就提升了。你放不下了，这些东西把你坠着，你上不去啊。自私自利决定不能有，那是假的啊，那是错误的。起心动念要护持正法，怎么护持？依教奉行，就是护持。我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啊，财色名利放下，放下得大自在。啊，现代的人很现实啊，他看表面的，他不重视实质啊。啊，我们这个表面外向好，就能接引很多众生。啊，好像在那，快乐是好像，自在是好像。啊，智慧是好像。啊，年岁大了，还不衰老，这好像。啊，我在国际上这十几年来，
啊，所有跟我认识的人，他头一个就问我：“你怎样保养身体的？”都来打听，问我怎么保养的。啊，以前住在台湾嘛，我说我的保养，青菜豆腐自来水。啊，我喝自来水。啊，没有任何补品。啊，你保养的秘诀呢？心地清净，素食。啊，这就是秘诀。啊，你们说素食没有营养，我素食吃了60多年。啊，身体并不比那个差了。最重要是心静则佛土静呐，心地要清净呐，别自己找烦恼啊！啊，心平地就平，心地平等，大地平等。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心清净，每一个人都平等，啊，每一个人都觉而不迷。感得大地平等啊，《往生论》记子里的说：“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这两句就是宽广不可限机之意，没有限量。我们这个地球有限量，极乐世界没有限量。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我们看不见。啊，如果要看见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极乐世界包含了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世界都在极乐世界里头，没离开。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性？哪一法能离开法性？啊，法性没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啊，所以往生不难呐！啊，大乘教里的。极乐世界在哪里？当下就是了。往生传里头有啊。啊，有人临命终时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旁边人问他：“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他：“极乐世界在堂屋啊，在隔壁啊。”这个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没有边际。啊，界限边际都从我们妄想当中建立来的。啊，现在所讲的是空间维次。空间哪有位置？啊，是有位置。位置怎么来的？我们分别执着建立的。分别执着心放下了，空间位置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整个宇宙是一体。啊，所以确确实实当下就是啊，心性识变嘛，啊，识转识成智了，所以全是心性，啊，心性
包括十遍。啊，十遍呢，把真现心性那一部分呢，迷了，看不见了。啊，实际上，它存在，只是你看不见，放下就看见了。下面论注曰：啊，论注里头所说的，如虚空者，言来生者虽众，犹如无也。这都是不可思议境界。十方世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呢求生净土。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真勤快呀！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啊，只讲一遍呢，没有重复的。唯独净土法门，特别是无量寿经，讲了很多遍。啊，释迦如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一切诸佛相比也如是。啊，为什么？这个法门最稳当、最简单、最容易，而且成就特别高。你真想度众生，为什么不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佛常说。啊，专讲无量寿经就讲过好几遍。啊，带着讲的差不多有200部经典。啊，佛在讲经上都提到极乐世界，都劝人往生净土。啊，这个法门真叫难行之法，理太深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佛说过了，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什么时候你才真搞清楚？你成佛，你就彻底明白了。你没有成佛，啊，纵然是等觉菩萨，对这个还是模糊。啊，还不是真正搞清楚，所以难信。啊，难信，只要你相信佛不妄语，佛所说都是真的，佛所说的丝毫怀疑没有，你有福了，你成就了。啊，佛为什么要骗人？啊，骗人是缺德的事情。我们学佛的人要积功累德，缺德的事情不能干呐。为什么要骗人呢？没有理由骗人呐。啊，世间人所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我们跟人不发生冲突。那我们要的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他不肯念的，不冲突啊。他要的名闻利养全给他，我一样也不要。啊，哪里会发生冲突呢？啊，念念为众生服务。啊，毛主席的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要常常念他，
像念阿弥陀佛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他教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要能够把这一句话做到，他是菩萨再来呀，他不是凡夫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全心全意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服务，他的范围大了。啊，毛主席的那个范围是全中国。啊，佛这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啊，我们学佛要把心量拓开。啊，跟释迦佛一样，跟阿弥陀佛一样。为全宇宙众生服务，你说你多快乐，你多自在啊！尽心尽力啊！实在佛这个服务落实在哪里？就是落实在讲经教学啊，经上四五个字，尽现在说法。没有一尊佛，没有一个菩萨不是经现在说法，没间断呐、啊！啊，那么经现在说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今天这个世界社会问题，什么方法能解决？佛就告诉你，经现在说法，问题解决。啊，每一个佛弟子，特别是每一个出家佛弟子，都能跟佛一样讲经说法。啊，世间人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佛法，听到佛法，听多了觉悟了，醒过来了，不再迷惑了，问题就解决了。啊，佛法是帮人开悟的，把你迷惑化解。啊，你觉悟，自然就离苦得乐。啊，苦从迷惑来的，悟哪里会有苦呢？啊，中国人把佛道称为宗教，现在儒也称为宗教。宗教这两个字，依照中国文字来解释，儒释道真的是宗教。啊，宗是什么意思？你们查查字典。啊，宗有三个主要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主要的意思。第二个是重要的意思。第三个是遵从的意思。尊重。啊，崇敬，教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这个意思就是人类啊，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汤恩比懂得，去汤恩比说过，人类不能没有宗教。
啊，宗教决定永续存在。啊，他说，人类最先是有宗教，从宗教里面才延伸出文化文明，是吧？人类的文化文明从哪来的？从宗教来的。宗教是文明文化的根。啊，你要文明，要文化，把根拔掉了，这个文明不长久，这它根没有了。啊，中国文字好啊，看到这个字，意思就知道了。啊，换一句话是，这是汤恩比的话了。宗教是文明文化的根本。啊，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那么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如来讲经教学，劝导大家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那个人太多太多了，无法计算呐！啊，这些人到底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能。极乐世界没有边际，那我们常常想啊，初学的时候会想啊，人这么多，我到极乐世界能见到阿弥陀佛吗？人太多了，我挤不上去啊！啊，现在我们明白了，阿弥陀佛有本事，现无量无边身，每一个人身边都靠到佛，这个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永远没有离开任何一个人。啊，他能现无量无边身。啊，因人施教，你是什么样的根性，就教你什么法门。这个法门是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明心见性了，就算是毕业了，你就成佛了吗？啊，毕业之后呢，就不住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是学校，离开了，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回归自性。啊，那个地方是究竟妙觉如来。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哪去了？啊，妙觉如来住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虽然来应，一定要知道，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佛从哪来的？就在眼前现前。啊，他离开了，眼前即灭了。你在了，他又现前了。这个实力，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朝五台山，半路上生病，文殊菩萨来帮助他。文殊菩萨用一个乞丐身啊，两次，一共是一个多月，不是短时间啊，日夜照顾他。
啊，到山上找草药，把他的病治好，继续去拜佛。啊，问这个乞丐尊姓大名。啊，老和尚感恩呢，他说他叫文吉，他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家住在五台山。这你到五台山，你就问，都知道。啊，他到五台山问的时候，没人知道。啊，到庙里面去拜文殊菩萨，拜完了之后问大众，路上遇到一个乞丐文吉，你们知不知道？人家说文殊菩萨了，他才恍然大悟。啊，文殊菩萨呢，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来无所，无所从来，去无所去。在极乐世界，每一个人见到阿弥陀佛身就是这样的，一个都不漏。啊，倾听阿弥陀佛说法，这个好啊。啊，那么底下这一句，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无量无边呢，毕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乎满时。啊，极乐世界再多再多人不会满的，不像我们地球啊，人满之患。啊，极乐世界人再多，空空旷旷。啊，世界往生论庄严量功的成就。啊，庄严之量不可限计。啊，无有极限的，这个真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也学习到此地。